这次跟大家不是干，我是推神秘幻。今天我们只用一个挂机敌人的物资来打下这局。昨天视频啊，打的是只能用讲堂物资，在打素材时打出了这么一局。来人了，照这个走位，应该一会儿就会从讲堂后面过来，我就蹲在这儿等他来送快递，美滋滋。哎，怎么不动了？难道他的选择犹豫症犯了？不知道该不该换枪了？没关系，男人嘛，就是要有耐心。几分钟后，不是你这犹豫太久了吧？你这是踩到地雷了吗？我们去看看。还不懂？喂，看来是灵魂出窍了，只剩这副肉身了。你别说，长得还挺漂亮，扔在这里可惜了。这要怎么玩一下才好？有了，我们就把它先搬进讲堂，然后就只用它身上的装备赢下这局，有啥用啥。问题是怎么把它搬进去？姑娘，你这蹲位属实有点大呀，纹丝不动啊。哎，我们顶两腿之间就能让它起来，有戏有戏。哎，这方向不好控制啊。怎么顶到窗边了？哎，不行不行，下来，刚刚差点给他拱下去啊！别看姑娘眉清目秀的，这衣服下面全是肉啊，怪不得穿了这身包裹这么严实的。还有，姑娘你这脚味道属实有点上头啊，感觉这劲儿比电网还大呢。一会儿你这盒子，我可能还真下不去嘴。已经完成一半了，还好我是戴了帽子，不然怕是头都要顶秃了。就怕现在啊，突然活过来，大喊一声流氓，把我给突突死的。终于到门口了，我这裤衩都要磨破了。其他人还在奋力厮杀，没想到研究所还有俩人在这玩花的。他的身上应该是一把野牛和一把 SLK， 属实有点垃圾啊。再往下点点，给他找个风水宝地。吓我一跳，怎么总想着跳楼呢？算了，就这里吧。对不住了，我们先把自己身上的丢掉，走你。野牛 SLK 急救包、绷带、全息红点、子弹、一颗雷、一颗烟，衣服也穿上。这鞋不会穿上我脚去吧？完美。这药喝多了也不好，人不剩几个了，这把就争取不用药，替这位姑娘赢下这局。开始战斗，开始战斗。对了，还有这根撬棍，先来劈成看看。哎，有人，这辆掩体。不见了，应该还在围墙后。果然在啊，这不太好搞啊。备弹只有不到100发，还是要省着点用啊。虽然有点舍不得，但只能用我唯一这颗雷了。嘣，精准爆破，晚安。前面落了空投，应该会有人去捡吧。哎，来了来了，小姐姐，你这身衣服跟我车的颜色很搭，要不要上我的车？不上就算了。这个空投我们找个什么地方埋伏一下比较好呢？上面已经有人在埋伏了。躲起来了，不好搞，感觉还是会被打到。我们绕到坡后，然后悄咪咪的上去。我这引擎声好像有点大呀，就当他们可能以为我走了吧。像没有脚步声，哎，站在墙角嘘嘘，这么没素质！没看这楼墙皮都掉了吗？孩子呢？像你这种啊，是要没收作案工具的。看你也可怜，光打死算了。而且看他卡视野的样子，前面可能还有一个，先把这个补了。要不啊，他被人认出来，怪丢人的。来了来了，你俩就好好谈判，交流一下病情吧。哎，吓我一跳，原来是个人机，没想到这医学给人机教了，溜了溜了。驾车库待了一会儿，前面又多了一个空投，我就知道又有人需要我了。原来是美团的，怪不得这么能送。更下名字，是我是个秀儿，这是唯一的防区了。但是待在这儿又不是我的性格，还是再出去转转。哎，这边坡上有个小伙子，我们先拉到侧面的背坡。就这吧，位置应该还是那个位置，就在前面的小坡后面，没错了。不过这枪虽然叫野牛，伤害却是蜗牛的牛啊。近战还是换我们的 SLK 吧。来了，假装下拉。晚安。感觉子弹应该够了，又发现一个小伙子，不能让他赶到树后。我突然有个灵感，既然枪械现在有淘汰后的专属骨灰盒，不如再做个车辆淘汰专属骨灰盒，给骨灰盒插个车标啥的。我可真是个天才啊！下次找游戏策划别忘了我呀。还剩最后三个，看来是在山上又少了一个，那应该就剩最后一支二人队了。不用，用餐用的正香呢，就这弯腰速度腹肌都要练出来了吧。兄弟，我都不忍心撞你了，我们别打他，逗他一下。还没看到我，还没看到我，我还能绕，我还能绕。哎，转头了，被挡了一下，又被发现了。哎呀，我感觉我还能绕一会儿的。这么长的视频，有谁看到最后了？点个赞，打个卡吧，感激。我是刘欢，我们下期再见。